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娘娘 Burbers。卡哇伊诺 Face。大家好，我是娘娘。我们这次玩的地图是国外的一个生存地图，叫做……啊，哎呀，发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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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十六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十六。反正就是在国外找到的一个神秘的小地图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吧。Welcome to the map 16. 啊，这是作者。Rules: Break anything, only game mode if necessary, or if done playing and you are a TNT addict. 开分。好，总之就是我们在这个岛上生存，然后往下挖。我记得下面有东西。好，那我们这简简单单两个目标：一，去那个不明的纸状物；好，二，去那个十六。第三个好了，去楼下，有没有？简单明了，哇，十六生存，真让人脸红、心跳又兴奋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木头，玩麦块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木头，大家跟我说一次，木头。啊，没了，没关系，来盘点库存，这是什么？工作台。我喜欢站在上面做工作的感觉。我们先弄个稿子，没错，对，就是十字稿。啊，对，猴子是我挖的。来来来，那我们就延续着把它挖下去吧。我希望快点找到煤，我不希望我的十六上面生出怪物来。一生出怪物来，那就完蛋了。这么小小的地方，要怎么躲避怪物的追击？哦，是 bug，是光影的 bug。没，你在哪？没啊！铁是铁，铁是你，我不要铁哇，没，太暗了吧？铁是你，铁，我不要铁哇，没，闪龙就好亮。金矿石，金矿石，金矿石。树苗来，咚，好，我们来烧两个煤，煤，哇，你知道吗？太久没玩麦块，就像个智障一样。要干嘛？哦，对，烧煤，不是烧煤，烧炭，不是烧炭，讲得好难听，那个制煤，好，制煤，制煤听起来好听多了，制斧，制镐。啊，不是，哦，靠，真的太久没玩啦！制棒、制镐，好，什么东西都有了。继续做我们最重要的事情。啊，破了，不是说那个树叶贯穿了？好了，贯穿啦。好，贯穿啦，太美，哇，是你美。不是煤，炭是炭，炭是你。为了不让我们这边生出了怪，送你一根树儿，你需要生长，送你一根。角落你没朋友，也送你一根。角落你有告示牌了，啊，还是送你一根好了。我们下来，铁是你铁，Hello，哇。有没有一种当矿工的感觉呢？四个，哦，是煤，煤是你，圆，我跟你擦身而过，哎呀，真是对不住了煤。没想到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美好的距离总是如此的遥远。花泪共三小。
目的就是把十六挖穿。有点暗，等我一下哦。啊！都不见了。Help me！ 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哇，亮亮的十六六的屁股。我们把这一层都挖干净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把你打掉，不要怨念我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夕阳，看得到夕阳吗？看得到。来，让我们就看着夕阳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。他是不是突然消失了？树苗们，这是我与你们的烛光晚餐。你愿不愿意跟我共进一杯 gin tonic 啊？No。这啊这啊，他们不理我。No。他们都打枪我。No。这连你们都不理我，没朋友的角落，我来陪你们。我要结束了，他快消失了。哒哒哒哒哒，都谁嘞？哇，太危险了吧！这十六，让我们来点亮这个世界。没，轮到你上场啦！啊！把这个世界点亮，好，点得很亮了。你需不需要点亮啊？不要问我这有什么意义，我知道它没有意义。哎，不对，起床！嗯，好像有人敲我的门，进来。哎，导演跟你说，好像把气氛弄得太紧张了。啊，可是导演说的，好吧，把黑条拿掉，应该就不紧张了。完美。啊，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。粮食，我没有粮食。虽然不用跑步，但是我们真的没粮食。哑巴，哎，这个光，现在怎样？我们可以烧个铁，烧铁时间。嘿，一个煤，两个煤，好。啊，最好树可以有苹果，希望它长出苹果来给我。好，我们来往下吧。哦，好，我们很快就到了牢笼，是牢笼没错吧？这石头看起来好。哦，要求。哇，是岩浆吗？哇，渡鱼，哦，太阴险了。哎，闭嘴闭嘴，臭渡鱼，让我们等待下一集吧。根本没有做什么，就要下一集了。没错，这个人生的道理就是这样。没做什么，就要下一集了。让我们看着日出结束吧。十六，下一集的十六生存，地牢探勘，应该是地牢吧？那个算是地牢吧？没错吧？那是地牢吧？应该吧？哦，没有了，它是地牢了。我会飞，我会飞，我是一只鸟，而且我会飞。